出来，让我们祝大家诸事吉祥，猪年行大运，猪头快乐没烦恼。哎呀，光阴似箭，时光飞逝，一年又转眼又过去了。对啊，而且明天就是元宵了。元宵。好啊，那猪猪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。好。奇数135，那偶数是什么？这太简单了。偶数，喜春梅。不是二四六哦，太简单了。接下来换我问你们一些问题，答对了有奖品哦，对不对？请猪猪准备5个大红包。5个。还有呢？好，答错的还是有处罚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先出一题简单的，会的要举手哦，我请金猪下去抓，好不好？那些有讲过的人啊，你要跟我讲是哪一个，因为我看不太到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很贴心。大家仔细听，什么熊最吓人？听得清楚吗？什么熊最吓人？数到3举手，1、2、3，快点举手。谁？好多人啊！哎呀，我不知道举谁。刚才我看到一个啊，玄宗是不是？来，最后一桌，会不会不方便？我去带好了。玄宗。赶快上台！快瞧一下师傅。来，玄宗，请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最厉害。